国外久居，开销惊人，老外拼命工作赚生活费。去伦敦的时候带了2000块美金，美金我才无可能可以活的2年，两个礼拜钱什么都钱花光了。我住了日本1年，最少每个月都会有20万的一个生活费，6万台币的，同时做5个工作。干什么？这是干什么？晋级的巨人主题的一个餐厅。你是巨人还是晋级？各位观众请注意，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